坡这个角度来看一下，南大武跟北大武，四倍、三倍放大，两倍，正常。五十层楼，还有高雄的地标八五大楼。OK， 今天的北大武跟南大武山特别的漂亮，五百五百，这水就一条那个应该是就是冷空气跟暖空气交汇线，然后这两个山头哇特别的漂亮。如果现在爬在上面有多舒服，身体健康都没问题，等有一天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健康，连看都觉得累，跟你讲，还好现在身体还不错。这个是五十层，然后来五十层这边看看那个哦，北大武跟南大武山的英姿。是今天哦，那什么东西？好大的船吗？那个船也太大了吧？这是舰艇吧？什么东西？骑脚踏车去绕看看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哦，好大！妈妈的花衬衫的泪光如冰花，家乡的茶园开满花。渐渐都出现了，刚刚还以为是云。这个船真的是要求多啊！还是那边是房子不是船，是房子不是船吗？有点怀疑。
主要是白天啊，这台小米它防震做的我觉得还不错，就像我现在我没有用什么三轴稳定器，单纯用手持的方式，只要在阳光充足的状况之下，它的防震绝对是没问题。一旦光线有一点阻碍，然后再加上你又开广角，双重压力下，能源全力输出，电源全力输出的状况下，它可能才会有一点点所谓的晃动，没有啦，是很严重的晃动。所以我觉得重点就是夜视的状况，它的功能，即使他说很 perfect 的话，但是我觉得还是，尽量还是以光线充足的状况之下，这样子用摄影的方式，比较好看，我觉得，反而照相就没问题了。这个从动物园开幕的隔天就已经禁止进入了，有几个小段。仙女山不能去了。就是孔雀，公的，漂亮的羽毛。这等它开花不知道等多久。不过我主要是要招这个人群啊，看热闹了。猫，这是母的，只有脖子比较有颜色。免费的动物园孔雀秀。有时候就会意外，享受到这个免钱的上好。没有啦，这是户外。如果是那种，一般利益冲突的话，免钱的最贵。我跟你讲，至少野生动物不会跟你要钱，好吗？改天训练一下。练习鼓掌之后，它就会开花，是，它就会孔雀开屏，哇，那足帅，足秀，足爽，对吧？这个石头。是按摩用的，热身用的。是不是跟在我后面？虽然是跟踪，不过它的狗蹄声。也太大了。
哇，那么多只。事实上，这个俏皮的下楼梯。手掌没有很厉害，好，就这一段，看看，看看反手掌的功能行不行？哦，我的车子在那边。忘了。停车的一位男士，我觉得真的要配套措施啊，这样子。
天是2023年1月13号了，再没几天就要跨年了。在山上看到那艘船已经有点距离了。中山大学，还有美丽的西子湾，沿着即将西下的太阳。太阳又作弊了，他每次就在一半的时候就给你下山。上面的云好像那个马赛克的感觉，刚刚明明还像是那个什么翅膀，一下子就被吹得像马
帅哥。嗯，要远一点，有点香，远一点还是香。像一只火鸟。好，好，好像是太累了。最近流水席很憨哦，以后结婚也要尽量选这个流水席啊。